就是暗讽，就是他办公室就只有他两枪了。所以比如说刚刚我们的剧组说的时候我已经多多说了。嗯嗯。谢谢。好，来。市长要不要讲一下那个博尔咨询这场，应该跟你有很深的情感。博尔，我们那边总共有25个仓库了，那现在的本东仓库其实是，我的了解，它上面的梁柱其实是结构最完整的一个仓库，是最大的一个仓库啊。那一大早，因为我们今天要主持市政会议，我就请史副市长就到现场啊。那原则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重建。那希望说能够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跟包括，就是大家比较不清楚博尔了，博尔是在本东仓库的背后，那整个博尔地区啊，泛称所谓的博尔地区，其实总共有25个仓库，那我们就整个城市发展跟过去的历史记忆啊，这个是一个现在已经是全国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啊，跟年轻人非常喜欢很多的这个活动啊、展演啊，都在我们博尔仓库举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朝向能够恢复旧貌啊，来原地来重建。上心情有受到影响吗？早上？对，就看起来心情蛮好啊，因为这里像外面的一些树都是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种的。然后油漆很多当时的不要包括那个仓库啊，那个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来用那个勾扎时代那个戏院啊，那个虾那个鱼，所以那个仓库虽然我已经离开快10年了，但是那个字还留在上面，所以我过去那仓库去到那个自行车学校那里特别具有感觉。回去的时候都会继续看一下现在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会来重建，让它能够恢复原来的这个面貌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